没有售价开车猛攻河南，有人吗？帮我开个门。啊！卧槽，怎么是你？有意见？我看你是不想过去了。没有。那你吵什么吵？满嘴脏话，今天你别想过去了。老师，你就放我过去吧。想得美，我不仅不让过，还要把你关起来，麻溜的给我进去。不进行不行，我还要去自驾游呢。不行，先关个365天，让你长点教训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你在吼叫什么？来一鞭子，给你点教训，给我安静一点，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。呜呜，快放我出去！略略略。可恶，这不是故意刁难我吗？哼，我要让他知道海龟是陷阱第一人的厉害。其实在这下面我早就准备了密室，而且是超级隐蔽的那种。当然下面还有陷阱，跟我来这边，楼梯可以直接通到老师的身后。我们悄悄地发出声音的，不要！卧槽，他居然在玩游戏！复仇成功，这台电脑就归我了。这下他肯定生气了，等会一定会疯狂地报复我。火把门别关，让他下去探索。我们去右边的门后，这是一个多重门陷阱，不过在这其中有一间密室，这个地方非常的隐蔽，他一时半会找不到，在这玩电脑吧。可恶的家伙，他居然在这打了个地洞，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去哪了。车子还在，那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下去搜查一下吧，说不定他就躲在下面。快看，是岩浆门和水门。怎么还有个梯子？哪不成上面是关押他的地方？果然如此，还是下去吧，他应该就躲在水门和火门中的一个后面。那我先去水门那里看一眼，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我丢，居然是钻石，刚好我的背包里带了稿子，通通挖掉，这下我要发财咯。哎呀，完了、啊！这个不能还是陷阱。你完了！操，没开二度，没想到两个都有侦测器，那就只剩下岩浆门了。为了进去，我还提前就准备了末影珍珠，赶快进去吧，直接丢就行。要欢迎光临，大哥，真服了。他小子根本就没躲在下面，那肯定就在上面了。难不成在这门后面一定有两扇门？那就先去左边吧，毕竟左边看起来安全一点。还有门，不管了，直接冲。什么情况？好黑啊，不好，是炸弹的声。真服了，他小子没在里面，还是去另一扇门后吧。门中门，他小子真无聊，那就去男生这里吧。什么鬼？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扇门了，多重门，我就不信还是陷阱。